就给它放上了冰冰的不耐油。以后咱们呢必须是强调质量第一，在这修中国修毛主席著作呢，起了质量第一，不要光打上修数量，这是能提高工作，提高效率。你说呢？不是这样，不是呢，以后咱们可得继续努力好的提高的，做点活好你，不然你就给它的砖不耐油。啊，好了，好好好。汉帝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支援各个生产队插秧割稻。我们坚决打好上脚这一仗，为支援世界人民革命。咱们看这个呢，质量割砖，你看第一个砖是又光又好又结实又耐用。都我们大的，这是浙江杭州产，这个东西是质量高，穿上是美观大方，这个东西挺不错，夏天穿又凉快，穿起来又好又耐用，这价钱又便宜。这可不赖，这是合适还不合适的？合适可以，穿上是比较好。我今天在那上头做事呢。我是外国的。老。我是外国人。我是外国。老土。老的。老的。老的。哈哈哈哈。有人吃。他吃那个生意。过来送你吃乌拉那叮当，咋不吃了呢？吃里没饭。刚在这些盆了，你的话。天是有些寒凉的天，你看这两天又该进行下雨。叮当。是吧？算的。你坐这里，那也坐这里，干净的活了。那就在这了，赶紧吃了第一了，那么拿了第一了，给我整个盆儿买门儿。上今日头条，更多探影局档案。